救国团花莲学院坐落于花岗山运动公园门户，周边的环境活动空间开阔。救国团花莲学院住宿也提供了优惠方案，不同的房型从2.8折到6.2折，欢迎乡亲好友能够来这里住宿。位于花莲市中心的救国团花莲学院，前方拥有美丽的太平洋海景以及消费最佳的地点，拥有旅游地理之便，也成为游客来到花莲最好住宿选择的好地方。救国团花莲学院住宿也提供优惠的方案，不同的房型从2.8折到6.2折，也欢迎乡亲好朋友来这里住宿。救国团花莲县团委会除了提供丰富多样的营队活动，还以及研习课程，还有提供最优质、经济实惠的住宿环境，以及租借场地的服务。救国团花莲学院临近市区的闹区，停车非常便利哦，吃东西、逛街，通通一次满足您。也临近珍珠亮点的自行脚踏车道，适合慢慢骑，欣赏一望无际的海洋。那我们在今年呢，陆续有推出一系列的住房优惠，像每日限量常常购的住房优惠，还有宠爱寿星，还有再就是选手，我是选手的多种的住房优惠。详细的内容呢，可以到花莲救国团的官网以及花莲粉丝专页，就可以马上查询得到。然后呢，趁着疫情趋缓，逐渐开始解封，赶紧跟着家人朋友一起来花莲玩吧。花莲是个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好地方，来花莲入住花莲学院是最佳的选择。我们的预约联络电话是0383241242666，由专人为您服务。救国团花莲学院经理郭小燕表示，虽然在北中南有疫情的情势发生，不过花莲学院住宿率还是满满的。在花莲学院全体同仁的大力行销之下，也成为乡亲游客住宿的好所在，同时也提供贴心的服务，让大家住得安心，玩得愉快。记者 John 华社报道。